西安的净糕，这个价格足足到手10盒，哎呀，糯叽叽。我这是没加热，加热口感会更好，而且配料都嘎嘎优秀啊，嘎嘎足的那种。用的都是五常的糯米，东北的芸豆。吃这个没有加热，口感就是哏啾啾的。当个主食，当个下午茶，当个小甜品都可以。每一盒的配料都贼足，而且它的配料也很干净，没有科技啊。这个嘎嘎好吃。